欠缺的最后一步。他们平时表现都非常好，那行吧，这个机会我还给小宝。加多宝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2013辽宁卫视年度剧作大型互动娱乐栏目《本山带谁上春晚》，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今天已经是我们节目的第三期了，哎呀，很紧张啊。是啊，那在前两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通过6进5、5进4，到今天呢有四组我们本山老师的弟子将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继续 PK， 为了跟本山老师参加春晚这个理想，他们继续奋战。没错，关注辽视春晚，先看本山带谁上春晚。观众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掌声有请今天参加比赛的四组本山弟子闪亮登场。曙光是在眼前，你问咱俩咋办？演。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过年组程野、郝莎莎。辽宁春晚大舞台，不是谁想都能来。观众朋友要是掌声要激烈的话，这个舞台我就不怕。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疯狂队张小伟、张小飞。为了春晚来闯关，疯狂组合把梦圆，师傅带谁都一样，都是赵家班耶。最后让我们掌声欢迎宋小宝、赵海燕组成的相亲队。大家好，这个大家一看我就想笑，让大家开心最重要。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选出深受各位喜爱的三位资深评审老师。首先是著名电视评论专家梁宏达老师，欢迎。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老师，欢迎。欢迎姜昆老师。最后让我们欢迎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导演、著名喜剧大师赵本山老师。过吉祥年，加多宝，欢迎您收看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本山带谁上春晚》。接下来，有请秘密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规则。
好，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要分成两轮。那第一轮呢，我们四组选手在现场进行抽签，然后呢两两 PK， 他们要分成两组。在第一轮 PK 当中呢，他们还是会进行小品表演，由各位老师来评判谁直接晋级，谁待定。那在第二轮当中呢，有两组待定的选手，他们会进行家事，会进行情景的表演，再由我们各位老师来定夺，到底最终谁来晋级，谁待定。你干嘛呢？你在干嘛？看到没有？我现在手里面有四张扑克牌，四张 K。今天呢，我们所有参赛的选手将一一配对，就由这个扑克牌来决定。接下来，各组选手每派一名代表进行抽签。来，掌声有请。好，先不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疯狂队的张小飞。好，接下来捐助队的孙丽蓉，最后一张交给我们程野。接下来，海燕，请亮出你的牌。哦，红桃 K， 那抽到方片 K 的，同样是红色的，是程野。来，程野，请到这边。二位是一组进行 PK。那也就不用说了。小飞队对王小丽和孙丽蓉。好。来，四组选手下棋准备。我们要根据刚才扑克牌的顺序呢进行现场的表演。首先呢是红色的牌，其次呢是黑色的牌。红色牌呢首先是由红桃开始。哎，红桃开始，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海燕已经抽到了红桃。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赵海燕、宋小宝为我们带来小品，掌声欢迎。啊，头两天的事儿，你说。哎，你干啥呀？没干啥呀。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妈呀，我干啥了？你干啥呀？不是你干啥呀？你刚才干啥了？不是你，我就这么干啥呀？你至于这么干啥吗？至于怎么干啥呀？你是这个干啥？你上人那嘎干啥去？干啥呀？就我干不干啥？你不至于这么干啥样呀？你想干啥呀？不是你想干啥呀？你想干啥？你想把我干啥？我想把你干哈？就你这样事儿的，我能把你干哈？我告诉你啊，就你想把我干哈，我还不干哈呢？就你想那么干哈，我能把你干哈呀？你瞧你长得干哈样？哎哎，就我长得这么干哈，我能把他干哈吗？不是，咱就说至于这么干哈不？至于不？至于怎么干哈呀？你不是干？你俩干哈呢？你跟他干哈呢？你干啥呢？没干啥呀？没干啥？你看那这个，看你俩干啥呢？干啥了？这么就是怎么干啥一下子吗？我就干啥了。完之后他就跟我干啥了？他一干啥，你说我能不干啥吗？你哪干啥了？你不是你自个儿是那个干啥？你上人这个里来干啥来了？那我干啥呀？那你干啥干啥呀？我自个儿的，我愿意干啥干啥。那是我干啥？你咋这么干？哎，你干啥来了？对，我干啥来了？你该干干啥去？啊，对，我那干啥？我干啥去了？对。说吧，你想干啥？其实吧，就没干啥点事儿，那不至于这么干啥。平时都挺干啥的，你说这是干啥呀？这是，我也没打算要干啥，关键就是干啥完了之后，是不是得先干啥呀？那行，我完了你就先这么干啥，那搁谁不能干啥呀？那我干啥行不？那你早干啥不就啥事儿都不干啥了吗？是啊，你咱俩早这么干啥不就不干啥了吗？
对不对？你没必要干啥点事，整这么干啥，让人大伙儿看着多干啥呀？早要这么干啥的话，何必干啥呢？嗯，不干啥就干啥去。那你先干啥去吧，一会儿我再干啥去。那我先干啥去了啊？你说这点事儿，整的让大伙儿你看，哎，你不干啥了？你们干啥呢？梁宏达老师，这是一个有方言特色的小品，是东北人都能听得懂。有一点呢，不是东北人也听懂了。哎，对，其实是个哑剧小品，因为你干哈呀，从头贯穿到尾。每个人理解你们说干哈呀这个意思，不光是语气上，还从你们的肢体语言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小品你看起来好像有台词儿，其实和没台词儿是一样的，它的表演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场的表演呢，应该说在语气各方面的把握上，因为头两期的比赛我也在现场看了，你们没有展示出哑剧方面的东西。其实这个小品我们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哑剧来评判的。非常好，问题就地上这四个苹果还不捡起来，干啥呀你们？姜昆老师怎么点评这个小品？充分的显示了两个演员的这个演技。这个二人转的这个说口呢，跟我们相声呢都非常的相似。这个干哈的这个小段呢，相声里面早有，施圣杰老师啊曾经在几年前也演过。但是呢，这么丰富的表现在这个舞台上啊，可能你们把那个小段一下子扩大了这么大，所以我希望那个，赵本山老师你先干哈是吧？你干哈完了，我们大伙都干哈。我的觉得就是整个的结构呢，通过一句干哈呢，是一种心理语言，这种语言呢，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结构也非常好。我都觉得这个道具用的没有必要。其实两个人打电话互相碰到一起了，或者这电话掉了，就用电话，他可能视觉冲击就不是那么太大，就来回踢苹果，它毕竟是个食物，就感受到这心里的，因为苹果象征着一种很阳光、很纯粹，完了还是很对，在食物上它也是人们都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就有点稍微有点大。动作有点大，你俩如果一人都打电话互相的话，把电话撞掉了，完你一推他也掉了，你干啥呢？就用这个电话这个道具就可以完成。赵老师，我得提醒你注意，他用的苹果道具吧，如果打那个电话，手机也是苹果的，一样。但是他要比实物好得多，是吧？这个会更好，但是你俩的表演挺好的。这个要比上一期进步了。小宝，你们应该从赵老师身上学习，你看没有，他观察的是你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道具的运用，任何跟你的这个整体不相关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累赘。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演员就是有时候取舍弄不清楚，该舍掉的东西就应该舍掉，不管你他给你带来多少效果，只要跟你整个这个剧务没有关系，你就舍。我觉得一个演员成熟不成熟，就是他知道哪个该取，哪个该舍。好，对，小宝，你看刚刚是咱们仨完成这个作品，我只是配戏的，正好仨人对他们仨人，你感觉有这个信心没有？接下来掌声，要不要看我们评委老师，三位评审老师来一个，你干啥呢？干啥呀？这个可是存记性的，三位评审老师绝对没有彩排过。你这干啥呢？老梁，你抽，从我这抽。你干啥呢？我也不知道我干啥呢。谁让你就让我干啥来了？这个谁找你干啥？我也不知道谁找我干啥呀。那你来干啥来了？我哪知道我干啥呀？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来，你不许说干啥，你也不许说干啥。两个人都不能说干哈，我中间我干哈你干哈。你不要我说干哈，你要我干哈来了？
我让你说干啥了？我让他说干啥来了吗？那你坐中间干啥呀？我不是这是你咋这么干啥呢？谁岁数大谁干啥？再干啥也不能动手，动手干吧。我岁数小，我就干啥我就干啥呀？你们俩咋那么干啥呢？用点干啥的事至于干啥吗？这地方干啥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咱俩干啥干啥，让他就在这干啥，算了算了。哎呀，其实赵老师，我说一下感想，就是刚才呢，这是完全突然袭击。大长脸一说我们就上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你看别人啊挑多重担不费劲，自己上来就知道其实很不好演，因为突然进入场景，而且这口还得咬得很死。这相声表演艺术家、小品表演艺术家，就我一个新闻评论员，你们看我演的比他们都好。谢谢。点评一下他们仨刚才演的怎么样？说没事，不行不行，给小宝拿把椅子，我们说完干哈他就转过来，那更好。落差太大了，有点接受不了，就是绝对是那个大师级的商老师，绝对是你哥哥就该坐那干哈干哈吧。就是最后一句话具有评委的这个风格。这说明小宝是一个张嘴就能说瞎话的人。过吉祥年，阖家多宝。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本山带谁上春晚》。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本山带谁上春晚》的幕后花絮。您可以关注辽宁卫视《本山带谁上春晚》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参与节目的互动，还可以关注辽宁卫视腾讯微信，关注优酷土豆、搜狐视频、爱奇艺、凤凰网来看一下节目的精彩花絮。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们，也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快乐。谢谢。干啥呀？我也没睡觉。起来呀，干啥呢？我想想词儿。起来，他怎么着？搁那想，快点啊！主要是你知道不？我，你是演第一跟你姑娘那种着急的状态，这是面对你姑娘；第二，你面对我，哎呀，姑爷来了笑呵呵，这面对我；第三，哎呀，你爹是赵老汉，我跟你爹还认识，你把这三个状态整对就行，晋不晋级全靠你。别这么说，有没有压力了啊？压有压力才能动力，知道不？哎，最后一拼了，走吧，看这碗能成不能熟，就在这一下子。使劲儿，使劲儿，努力，走吧。主要靠你了啊，郝老师，辛苦哈、啊，辛苦，辛苦，你再说点啊，丈母娘。啊，刚刚已经抽过签了，跟他们颜色一样的是程野和郝莎莎，我们期待一下程野郝莎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小品呢？来，掌声欢迎。小芳，妈，你要干啥呀？你咋又来了？哎呦我不来能行吗？你说你处了个男朋友，到底啥条件呢？到现在也不领回来让妈看看，我不担心你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忙，哪有时间呢？你说你咋这么着急呢？我不着急。你说咱家你爹他走的早，妈就你这一个闺女，我跟你说啊，小芳，今天你要不把他领过来让我看看啊，我跟你说我还不走了呢。妈，你别的呀，妈，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这是饭店，咱别搁这闹行不？你再把我工作整黄了，妈。啥饭店呢？跟你说，今天你要不把他领来，我就让这变成旅店，我就搁这住下了。行行行，你搁这等着吧，我给你找去啊，快点。哎呦我的妈，上哪去找去？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小芳，你干啥来了？你一天能不能别搁这缠着我呀？天天来饭店捣乱干嘛呀？出去出去出去！不是，我来吃碗面条，饿了，吃面条。
你要干啥？来，我求你点事儿。你跟我说话哪能用求呢？啥事儿，我应该办，理所应当的。瞧你那样！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妈来了，你呢给我装一会儿男朋友，行吗？给我躺一下。妈在哪呢？搁里头呢。不行啊，万一你妈真要相中我了，那这事儿咱俩就定下来了。你能不能照镜子好好瞅瞅你呀？就你长这样，我妈能相中你吗？咋的？双眼爆皮，白净大胖小，咋的？哎呀，看啥呀？你还挺自信的呢，你啊？不是自信。走走走，相中再说。你妈要相中了，这事儿有商量吗？再说吧。商量，你说说，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兜好。给我装好啊！没事，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下。玲玲见家长有点紧张，没事儿。妈，妈，妈，哎，我男朋友来了。妈，叫啥呢？叫吴迪。你妈。妈，你俩唠着啊，我去忙了啊。行，你去吧，那去吧。哎，来了，发啊！这我给你买的花，每天必须得一天一束。哎、谢谢啊，妈，你俩闹着啊，我去忙了啊。嗯，坐吧，来，坐坐坐坐坐。我听发妈说你姓赵。对。我叫赵小孩。啥？赵小孩？不是，赵小孩，孩孩憨厚的孩。我这阿姨这耳朵听哪儿去了？孩子，你今年多大了？我32。方妈说你22啊。啊，10年前可不22吗？32长得可老点儿。哎呀，阿姨，我跟你说，你这眼力太厉害了。我家吧，祖传就是显老啊，啊，就有时候我回家看着我爸跟我爷在那聊天，我都不敢喊，不知道哪是我爷，哪是我爸。挺幽默的，哎、啊，别在那坐着，坐着说，坐着说。方方说你是做房地产工作的，对，大白全归我刮。那不是刮大白的吗？不，地面也刮。瓦工啊？不，水暖也干。管工？统称立工。你干这工作一年能挣3万块钱吗？一年3万，有时候年头好还能挣5万呢。但是我们10多个人分，一年到头5-6千块钱吧。这死丫崽子搁这骗我呢，还说你是什么搞房地产工作呢？其实做啥的能咋的？只要你跟方方好，阿姨不就放心了吗？把阿姨想成啥人了？是我会爱她一辈子。你家是哪儿的？啊，家是哪儿的？我家是铜沟乡赵家沟第二生产队。赵家沟？嗯。小赵，那你爸姓啥？阿姨。我姓赵，你猜我爸姓啥？不是，阿姨是想问你，你爸叫啥？我爸叫赵老汉。赵老汉是你爸呀？这个没有差啊。那你妈呢？
我妈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她就走了。不是、在我不到一生日的时候我妈就走了。哎呀，这孩子呀也够可怜的了。老憨儿啊，把你拉得这么大呀也够不容易的。你认识我爸周老憨啊？岂止是认识啊，想当年呐，要不是我妈嫌你爸长得老，我现在呀早就成你妈了。哎呀，呀，我爸年轻的时候挺干哈呀？阿姨，现在也不晚，你给我当妈也行。妈，别，哎，别，着啥急呀？不急不行啊，我追你姑娘3年了，现在还没给我个准信呢。那你不是芳芳男朋友啊？可以说是临时是。但是看着你容易转正。放心，阿姨保证给你转正。走，阿姨领你去找芳芳唠唠。走。等会儿的阿姨，那个我先跟我爸唠唠呗。你爸也来了啊？爸呀，我呢又给我找个妈，把你老年这个生活啊给你安顿好了，这春晚你不带我上，你好意思吗？赵本山老师对这个小品有什么评价？程爷演这个人物呢，确实是有点老点儿。我倒觉得他更大的矛盾就是最后是老太太相中了，就是他底是应该他妈相中了。完了姑娘给搭的桥，这也挺好。哎，原来是这样的。小峰老师啊，我感觉到程野呢他们这一组呢确实是会演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比较仓促的组合了就是这一个剧情和这个小品，但是呢能够这么快的就是在互相 PK 的这个压力下，你能够这么快的把这个词儿记住了不说，而且能准确的把握住这个人物，看来跟这个演员的这个功力是有结合的。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品呢就是一个草图，还没有精美的来刻画每一个细节，是吧，每一句话应该要产生的这个效果。刚才姜昆老师说的是没错的，就整个编排上呢肯定是仓促了一些，但是正是由于这种仓促的效果呢，你们把现场的东西借用得非常好，绝不仅仅后边走到赵老师身前叫爹这个点睛之笔，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服务员小芳包括你都把前一场这个干哈呀这个借用得非常好，往上翻这个效果应该说是演员在现场抓相挂过程当中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功。而且这一轮的表演呢，我们可以看出程野在进人物这方面应该说是我觉得在本山老师这些弟子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他马上就能把人物的一些核心东西抓住并且进去，而且你们两个人这种默契啊，其实赵老师刚才说最合理的就你俩谈一块儿，而事实上你俩也是两口子嘛，所以你们这种组合我想起评书界有个定场诗说的特别好，叫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海参比那虾仁贵，虾仁9.5一斤。在第一场演出的时候啊，程野上来的时候赵本山老师对他有一个评价，说他演得有点油。我没有感觉到，因为我过去也看过程野的演出，那我就想怎么样才不油。那么通过又这两场的演出呢，我发现他收敛了一些，收敛了一些在你的经常性的剧场演出容易得效果的你的那些表情，你的那些动作，包括你的一走啊，一举手一抬足，那我就感觉到按照赵本山老师的要求来讲，他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到，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胚子，是吧？所以我就说的程野呢这一段演出我给一个评价还是成功的。所以说长相老不老这事儿
我说点我自己的事儿，我得鼓励鼓励你长得老的事儿。24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到寝室来转一圈，看我们这入学的新生。走到我那块儿，我那个铺靠里，8人一屋，灯光也暗点儿。这老师看我一眼，说了句话，终生难忘，后来成典故了。看我一眼，哎呀，这学生家长还没回去呢。你比我还是年轻的。好，说到这儿，到了我们很关键的时刻，接下来，红组选手该进行最终的结果评判了，对不对？接下来再次拿出你们的掌声，有请赵海燕和宋小宝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站在舞台之上的就是红队选手，接下来三位评审老师要在两队之间淘汰一个。三位评审的意见是，梁宏达老师，从作品和表演均衡的角度，我支持刘宋小宝海燕。好，小宝海燕一票。姜昆老师，我认为就是从青年人的这个成长和他的这个迅速的适应情况，我支持程野。好，现在场面1-1打平，最关键的一票，本山老师。其实从他俩的作品上，包括表演上，是不分上下。这个又留给我了，你们俩也，你俩是要干啥呀？这是。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感受，你们自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还是那样的看法，师傅，真行我就行了，我就够了，我是。行，没事儿，是心里话。真是心里话。你别玩阴的。不对不对，真的，真的我。海燕呢？说实话，我挺想上的。但是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日头不能可一家红”。你有机会，我们这么大一个团队呢，包括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员，你说所有的好事都落在我头上了，那个一个是我怕承受不起，再一个我怕他们嫉妒死我。还是那个什么，师傅你来定吧，就是作品决定一切吧，然后适合谁就谁唱，当然带我了，我还是偷摸回家乐去。我呢，感谢师傅给的机会。至于上不上这晚会，是跟您上不上春晚，我还是那句老话，上我会好好演，不上我作为一个好的观众在台下静静的看。还是听师傅的，师傅怎么安排我就怎么上。你两队得控制一下情绪，因为这一轮谁下去不是彻底淘汰，你还有机会呢，不用这么早的发表这个。那谁留到台上谁待定。我通过这个程野，您俩待定，好不好？好，让我们恭喜程野成功晋级，恭喜！谢谢。那我们的小宝和海燕要稍作休整，待会儿呢还会有下一轮的比赛。好，我们期待你们一会儿的表现。来，欢送一下小宝。程野，我较个劲，感觉不错。你衣服还没换，让我换一下。再告诉你怎么挑好了吧。接下来呢，要出场的就是第二组的选手。首先要登场的呢，还是这个兄弟组合张小飞和张小伟。来，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一个小品呢？掌声响起，欢迎他们。
谢谢。来，梁红达老师。其实这个小品呢，我一开始就看懂了，因为是这个女孩坐在那儿戴着个墨镜，在一定程度把底多少刨了一点，当然这指的就是因为我们对这种演出形式很熟悉了，所以马上我就想到那个，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在这时候没有看出来，但是这个不耽误整个小品的进程，因为我们最主要看的是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前两天我们看那个头两期节目，两位演的基本上是以说口为主，这一场看你们的就是无声的这种动作发挥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我就是对那个演盲人的女孩啊，他那个棍儿点的太不专业。应该怎么点？来，梁老师。来来 来。其实我走上这台压力挺大，因为赵老师演盲人那是天下第一家。没错。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他点的时候啊，盲人往前点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什么呢？他嘴里头有动作，你注意。好。他一般往前点是。他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大家看马大帅里边赵老师演的那个盲人，他在屋里查步。这个是数数呢，比方我从我这儿到姜昆老师那儿，假如十二步，往他那儿走的时候是点棍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嘴里头查数呢，这个。大家伙的这欢呼啊，实际上在，请赵老师再重现一下他。演的这个舞台上为什么这么活灵活现的把盲人演得那么像？来，有请本山老师。其实呢，盲人是非常注重外表的，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他平时的坐姿呢就是很优美，他没事手里呢老是在整理身上，他包括扣领，他是没有闲的时候。就是在那坐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坐的姿态他永远是这样式的，耳朵侧的对方，因为他需要跟别人交流，心里是美的，有的时候表情突然就变化，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外边传来的声音，他所有的判断都因为别人在看他，所以说他内心是他坐的始终是这样式的。哇，笑一下突然收回来，又怕别人看出漏洞。其实盲人的内心世界呢，应该说是一个失去光明而且很痛苦，但是外表给人家很阳光，尽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所以说盲人走路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杆儿呢，它是一个，这个杆儿在前边是注意底下，身上永远是手在前边，因为他怕碰着脸，他在保护脸，永远是手在这儿。这更细腻一些。针对这个小品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演的呢，郭靖呢，应该说这个演员呢就属于道具了，因为刚开始就梁老师也看出了，都知道这底肯定是个盲人，他要多配合一点儿，多站起来点儿，他互动的这音乐不断的高兴，他觉得旁边都在跟他舞。是吧，这个就是更能够台上都积极点，因为他一起来他是随着音乐起来，你们以为他看到了，你俩忙活的那就是你们俩不至于在那打仗，就是你们俩在为了一个美女在那争斗，这不好，你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另外的一面，应该让人争取别人就爱他，不是说你俩谁的电炮厉害我就跟谁了，那是属于打了，都是在那美谁跳得最好，谁最幽默，他就会喜欢你，所以他在转圈的时候，你们不断地跟他在动，他的动作多一点都牵动你们的行动，所以最后之后人家拿起来小棍儿来，人家消停走了，不知道场上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两个人的存在，因为他有音乐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东西，所以这样是更完美，但是你们表现得还很好，谢谢我们，同时也谢谢本山老师，谢谢。接下来刚上场的是王小丽和孙丽蓉，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哎呀，在场的那个亲朋好友啊，大家都是这个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啊。哎呀，我这从五点到起来开始忙活，一直忙活到现在，可把我累坏了。我跟你说，要提起我来呀，没有不知道的。
哎，我们这片南北二屯子一提起我孙大志斌，那是赫赫有名。哎，你说什么那个婚丧嫁娶呀，娶妻生子啊，那个是黑白两世啥的呀，哎，都少不了我孙大志斌。我跟你说啊，我的啥态度呢？就啥呢？让顾客满意啊，就是四个字儿，满意啊。哎呀，可好可好，可好可好，我不满意。就是不满意，看见没？刚才是我听了都要散血了，怎么我叫四人没上来呢？这喝啊，喝，今儿高兴哈！哎，兄弟啊，大兄弟来，你是坐会儿，坐，哎，坐会儿。我跟你说，再来四瓶，正好。坐会儿，今儿一看高兴，没少喝上。我一猜我都知道啊，你呀肯定是娘家头的哈。不是，南方姐。不是。南方的同事，不是南方的同学，我是北方人，你老整南方干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没边儿啊！我知道了，混吃混喝是不是的啊？我跟你说，像你这样人我见多去了，知道不的？没啥事儿，哎，蹭饭去。对，你说谁混吃混喝？你混吃混喝，你说谁混吃混喝？你不混吃混喝，这样在场的亲朋好友，你认识谁？这些我都认识，这不都人吗？赶紧走啊！你就是混吃混喝了，赶紧去！别扯没用的，我愿意来啊，因为我在大街上逛街呢，啪啪这走着呢。来一个女的，奇丑无比的女的，哎呀妈，跨我胳膊就给我整屋去了。走，上屋喝去，十个人一桌，别搁这待着，就给我整屋去了。那女的就你，就你，兄弟，你好好看看啊，你喝多了啊？你是看，你看是我吗？肯定是你。你怎么能说是我呢？就像你这种奇丑无比的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赶紧往那走，让东家知道了，我这金牌的大志斌呢就砸了。那个兄弟，你真的啊，你这兄弟，来，那个你真的回家吧，赶紧回家吧啊！你商量我，我跟你说，你回，兄弟啊，你回去吧啊，赶紧回，我不想看。哎呀，等我，这整错了。等会儿，你回。不是你回来干啥呀？我不能走。你咋不能走呢？我不认路。那你这样，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家住哪儿？完我告诉你咋走。我家住古城的。啊，古城的我知道啊。那个你从那个新民坐车。这车哪呀？古城应该买辽阳票，在灯塔下到崇二普，这到古城的。你整新民干什么？你喝几瓶给你喝这样？那个兄弟，那个你还有点清醒，你找着家了的话，那你就赶紧回家吧啊，去回去吧。谁呀玩意儿？你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快去。这我不能走。不是你咋还？我这不能走。你咋不能走呢？怎的了？没钱。没有钱我这。大兄弟，我告诉你啊。你要没钱的话，那我一点招儿没有了。你为啥我找新娘要去？她结完婚，她不给管别人了。我找她。别找新娘子啊！你真的，我呀给你拿50块钱啊，买张车票回家啊，飞飞有余啊。你赶紧走，我求你，快走吧。快走，我再也不想看你，快走。哎，我不能走。你咋又回来了你呀？哎呀，这是假的，这脸绿了吧唧的，这色不正，那个是真的。哎呦，这是假的！我跟你说，大兄弟，我这一天呐干这活才40块钱，你不能让我赔上啊！
啊，你陪陪我，完我得回家吧，我上新娘要了，我跟你说，你别吵，你别吵，你先别吵，你这样，好了，送我倒霉运啊，好，你这边干，好，自己拿走啊，去，赶紧回家，快点，你赶紧走，快点，不然了，哎、你跟咋又回来了你呀、啊？不然了嘛，回来，这不够，100块钱还不够吗？不够。你想坐飞机呀、啊、你呀 啊？不是，跟我一起来还有七个人在屋里呀、啊。看过这个小品之后，梁宏达老师有何感想？这个小品其实是模拟醉汉，最大的看点也在这里边。这就有点类似这个相声里边的一头沉的活，就基本上轴心都在王小利这块儿。孙丽蓉是配合着表演的，那么这一轮呢，我感觉王小利在模拟醉汉这一块呢，基本做到了惟妙惟肖。但是可惜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本子的合理性啊，有很大的地方值得商榷，而且从开始到最后呢，缺乏特别突出的点，就特别爆笑的那几个点没有出来。最后这个底收的也显得仓促一点，七八个人的底。就没有前两天你们演的那几个小品那个底那么突出，所以我说像这样的小品呢，在个人表演的情况下，如果情节上再理顺一点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小弟的演出啊，我自己隐隐约的感觉的啊，就是像一个相声演员在那是在学，因为相声有醉酒，有过去什么这个唱酒那个、酒歌有这个。基本上没有跟这个戏剧上的这个冲突啊，或者是小品当中特点呢，结合起来，倒是他的这个搭档呢，在不断的在想着自己的那个好像那个情景，就是说我不能够让他给我在这继续捣乱，不然的话我的名气就没了。就他的这个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他请来的？我一直糊涂，我也糊涂，一个戏外，对啊，他是吃蹭饭的是吧？拿当鞋两个吃蹭饭来的。如果你的这个醉话当中有一些真正是吃蹭饭的这种社会上能引起共鸣的，就是张家不支持李家，李家不支持张家的，最后他吃的比谁都多，是吧？再有一个就是说进来以后你呢分析的非常透，在这种时候什么样的空子能够钻，什么样的人能进来，到时候他洋洋得意的这股劲儿啊，整个就把一个组织者全部给你压下去了。你说你组织的再周密也好，你全把他压起来，这整个这个人物才能够完美，才能够有灵魂。现在呢，我觉得缺少点魂儿。我觉得就是醉汉呢，其实是一个最难演的人物。就是我们每一个去演喝酒喝醉的人呢，就容易把戏演大了，或者是演过了，或者是装醉。装醉呢，就是不好看。醉汉的心态是什么？是不让大家看出来他是醉人。就你看不出来，他就愣坚持我没多，指定没多，就瞪眼珠呢不承认自己多，这是真醉了。那小丽这个把握呢，就是人物火候稍大，因为喝醉的状态眼睛是凝固的，眼睛不是闭的，因为这闭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能走呢，就几乎眼珠是直的，是瞪的，这嘴是硬的，完了是不服气的。其实醉了之后脸一活了。老公说的，回来，陈龙哥，是这样的，哎，不要吃，不要。好像呢，他这个醉酒啊，他不是说的这，他是这样，他是想摸，他想扶东西，他扶着东西一没扶着他总想依靠个东西，你知道吗？他不是这这样是一种舞蹈。这个有点像病人了。对啊，他不是一种舞蹈的形式。再有呢，喝醉酒的时候，他眼睛瞪的就是尽量说清楚，我没醉，你是我这个爸爸马上去，是吧？他很有自信，他很有自信那个的，他非得是内心的活动。其实对，现在啊，好，其实姜昆老师现在呢。是单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电视评论家梁宏达老师也是著名的相声演员，对吧？
这样，现场呢，咱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有请姜昆老师逗哏，梁宏达老师捧哏，咱们来一段醉酒。那咱俩说一说，来，我过去曾经演过醉酒，但是我忘了是怎么回事了啊啊！真没倒一倒，好长时间都没这个、这是。首先您站这边，你上往那边站。捧个这。我就过去那个醉酒，我怎么演的我忘了，反正那侯宝林演的是吧？侯宝林演的是这个，我不怕。你不怕谁呀、啊？这？大体说我不怕，不怕这来了你不躲，不躲，我来了。我现在可车来了啊，来车来了，车来了、啊。马路上去，我一站，让来。来车了，自行车来了，你不躲。打这呀，过。哟，你是真不在乎？不怕。车又来了啊。什么车？这是正常的小轿车过来了。小轿车怕什么？那个，哎，不是，呀，过。又来车了，你还不躲是吧？是啊，救火车来了。救火车来了。嗯，这个我先靠边一点。这怎么就躲了？他压了以后，他不管我。好，谢谢三位评委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刚才那一组的另外两位张小飞和张小伟共同到台上来，看我们评委老师决定谁待定谁晋级。这组所有的选手已经站在了台上，三位评审做出最后的判决，谁留在这个舞台上直接晋级，谁留下来跟小宝那组进行 PK。 梁宏达老师，王小丽、孙丽蓉这一组待定，让他下去先醒醒酒吧。好，姜昆老师，那个我就是也是同意这个意见。两位老师是都同意。我同意您俩意见。好，那最终的结果是，最终的结果呢，三位老师都同意小丽这组待定，小宝和小飞恭喜直接晋级。谢谢两位，我们期待你下期的精彩表演。谢谢。那丽蓉和王小丽留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宋小宝和赵海燕再次来到我们舞台之上。本轮我们的比赛叫做家事表演，它的名字非常有趣，叫做情景表演练习。两位队员，你们抽到的题目是什么？能不能方便告诉我们一下？绕口令。哪一段绕口令？就是出东门过大桥。好，现在不要说了，那我们比的不是他们谁读绕口令快，这样小丽会吃亏，你知道吗？他太吃亏。对，我们比的是谁在情境当中表演的完整，表演的准确，来打动评委，赢得最关键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有请小宝和赵海燕这组先来为我们表演，掌声欢迎他们。演一段恐怖版的这个绕口令啊，他不要求快，要求恐怖。其实你长得就挺恐怖的了。好吧，舞台交给二位，来，三二一，演出开始。打枣红得多，青得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一口气说完才算好。好可怕！别说，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小宝过来那一刹那，真像惊悚片啊。好，台下稍作休息，来，有请孙丽蓉和王小丽两位告诉我们，你们在什么规定情境下来说这段绕口令？我们俩就当约会吧，就是我们俩都奔一位。不是约会，
我们俩来一个，来个地点，咱不改了，改了，不来一会了。哦，现场来一阵儿，就是俩人两个地下党街头暗号。哦哟，好，他们看了小宝的表演之后，改了他们的演出方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用枣来接头的。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颗枣啊，拿个杆子去打枣，打了半天没打着，青的多，红的少，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我是太上老君儿，我是黑山老妖。再次欢迎两组队员站到我们的舞台。好，我们现在先对王小丽和孙丽蓉的这段表演进行一下点评啊。应该说这么短的时间对我们评委点评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双方都无法把一个完整东西展示出来。应该最好的一种方式应该是两组我们一起点评，有一个对比。我说一下对比之后的感受，就是这一段明显呢是说话和其他的表演之间要错位，这个错位越大这个喜剧效果就越好。其实主要是考察，不管你说什么台词，我用什么样的情绪来控制我的表演，是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两个环节双方的这个表演来看呢，小宝的表演呢这种进入的感觉比小丽表演更深一点，而小丽这个表演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为了是一个地下党而是地下党这样的感觉，而小宝的表演是我自己首先把我自己吓住了，然后才能把这台词说出来。就像我们经常讲恐怖故事，我给你们讲鬼故事，讲着讲着我害怕了，小宝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我更倾向于小宝的表演。对了，好，谢谢梁老师，张凯老师。像这种表演我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是啊，他把一个毫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生命的东西，非但赋予这个生命，而且还在告诉你这个生命的一个形态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就需要你往上装。在装的过程当中，首先说就看一个人的这个表现能力，就是像刚才他讲的，就是你得像一盆火，不但自己火热，而且得烤着了别人。你现在是一块冰，你不但自己冰冷，你还得冻着别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也说小宝还是略胜一筹。我倒觉得他们两个双方演的还都可以，都可以。因为小丽呢有小丽的那个，就小丽就是有时刚开始演漏了，这出来就是地下党了，把烟一叼就来接头来了。就是如果是含蓄点儿，出东门那边说去打枣，往什么多少说多少，完了再对，这样呢更是人物，这个人物有点太外向化了。你那个突然就是为了恐怖演了这么一个恐，就把这个枣越说越害怕，但是他俩的表演还都可以的。有请评委，你表明自己的态度。宋小宝、海燕上。好，留在这个。梁老师支持小宝这一队。本人弃权，我希望两个人都上，但是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权利的话，我弃权。我是希望他们两个都留下。此时两位评委都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本山老师将在最后一刻选择谁晋级。在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两支队伍在选拔过程中的精彩表现。嘿，哎，嘿，哎，长脸呢？哎呦，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哥打的电话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啊。你好，你好，
一七八大个子，你媳妇儿像小土豆子似的。今儿上单位，凤姐给你俩大嘴巴子，你问那滋溜挺啊！哎呀，我干不出来这事啊！要是我顶不了啊！哎呀，你真行，哥不孝敬，哥没孝敬意思啊！啊啊！来、哎，有机会你上哥家来，你看看哥这派头，你来观摩观摩，有机会好不好？一会儿来啊、哦！我回来了。你哎呀，边儿边儿边儿，累死了，累死了，太累了。媳妇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哎呀，媳妇回来了，累坏了，今儿个太累了。哎呀，哎，有事跟你商量商量。五年了，结婚头一次求你，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给老公点面子，行不行？你就啥都听我的，行不行？就一次，就一次。要面儿不是吗？就一次。给。那试一下子。我心不托底，试一下子。你站起。站起。媳妇，你看你就试一下子。你不是说给我的面子吗？是啊。啊，试一下，你求求你了，就一次，一生。行。你站起。啊。哎呀，真给力呀、啊！真享受啊！立正，站起，像不像有看？站起来。媳妇儿，你往哪边得劲儿？往哪边？这个不固定啊！哎呀，真得劲儿啊！太棒了，行，把烟给我点上。啊？把烟给我伺候上。我让你抽烟了吗？行，试一下子，试一下把烟给我点上，试一下。啊，对对对，给面哈。哎对。哎呦啊！哎。大哥。不要紧，来电话。哎。喂，长脸呢？快点来呀！越快越好啊！我的村没这店了，现在来正好时候啊！哎呀，不来了！你不来，你不把我，不来把我坑了！不来呢？不来了，媳妇儿，你看，他刚开始说来，后来又说不来，这烟还抽吗？哎呀，味儿大，熏着了都。我把门关上去啊！我门开开，放一放，放一放，马上掐他，马上掐他。媳妇儿啊，你别等会儿啊，不着急啊。热乎了啊！那咱们就继续每天的工作啊！你看看，一分都不多，一分都不少。哪天按摩不都这点吗？今天继续啊，没耽误，这个一点都没耽误。好的，哎呀，哎呦我去，哎这造型你看，哎呀，这带劲啊！干啥呢这是？说干啥呢？记住没？记住了。这一套顺序记没记住？先按哪儿后按哪儿？记住了。不是，还用我再给你辅导辅导不？不用了。记死了？记住了。下回要我正好住，我跟你说生气啊。记住了。吃饭下去。没事，派头。派头呢？还在坐地下了呢。我辅导他一下了。我要告诉他，我每天我回来先按哪儿后按哪儿辅导一下。瞅啥呢？啊！我兄弟来能不能倒杯水？啊 ！Water 水。别嫂子，不是这种场面，你平时看不着啊？
我上哪能看上去？哎呦，感受更感受不到是吧？感受，哎呦，快点的，哎呦，别催，没有不能感受是吧？那什么，说你嫂子给你倒的啊，一点心意啊，你呢，象征性你抿一口，行，点点滴滴抿一口，好。老烫了，烫啊，烫嘴皮了都。干了，你干了，没干了。别啊！来，嫂子，那好烫。没事，你嫂子量大。平时干，您平时连干仨都。媳妇儿，干了。嫂子，这个干啥呢？这必须的，一声令下，必须的。你看嫂子烫心。那么的啊，厂长兄弟来了，咱别整八个菜。三个菜上厨房能不能弄出来？现在三个菜谁做呀？问多余不？夸的多余不？啊？有没有能不能做三个菜？现在我出去买，买现成的，买仨，带钱没？行。不是，我不跟你一样吗？媳妇儿管得严，兜里就比脸都干净。完蛋这玩意儿，四爷，你不扯起来了吗？你这完蛋的玩意儿，兜比脸都空。今天，哎呀，我钱放你兜里了。啊是。哎呀，你兄弟，你先坐会儿啊，嫂子出去买菜去啊。嫂子，以风的速度啊！嫂子，以风的速度。疯啥呀？我看你疯呢！哎呀，还在这装呢，还在那儿。哎呀妈，你厉害啊！你头子，你赢了今天。刚才我都来五分钟了，你看你俩刚才那状态我都瞅着了，哎，在这热了啊！哎呦我天哪！不，我没笑你啊，老兄弟没笑你啊，你头发拧了，你哎呀妈呀，我没笑你，哎呦我天哪！啥时候来的？完了，媳妇儿，他要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咋整，媳妇？我也没办法，这逼。老公，我对不起你，是不是我让你心难受了，没面子了？其实是我不好，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媳妇儿。我以前从来都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忽略了你，忽略了这个家，我只知道忙我的事业，我就以为赚钱就是我最大的价值。其实我今天我才知道，一个人再成功，让他最至亲至爱的人过得一点也不快乐，那就是我最大的失败。老公，我以后努力做一个好媳妇儿。媳妇儿，我对不起你。
老王啊，哎呦我的天哪，这两天我演的老母猪啊养的可胖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两天咱们把它杀了啊，炖酸菜啊，好。喂，老王啊，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呢，母猪瘦得特别快，公猪胖了。这样，咱们这回杀公猪啊。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愿意为你，用尽心算过你，是情是义无可计，我愿意为你，我愿意。回顾了两支队伍的精彩表现后，本山老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哪支队伍会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答案马上为您揭晓。本山老师，您的意见是？我的意见是，就是给他们个机会，让他俩，再拼一次下次，好不好？就都上了。恭喜两队成功晋级，掌声送给他们，恭喜，过吉祥年，阖家多宝。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本山带谁上春晚，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本山带谁上春晚的幕后花絮。您可以关注辽宁卫视本山带谁上春晚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参与节目的互动，还可以关注辽宁卫视腾讯微信，关注优酷土豆、搜狐视频、爱奇艺、凤行网来看一下节目的精彩花絮。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们，也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快乐。谢谢。关注辽视春晚，先看本山带谁上春晚。下周六21:2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下周。